2月27日 ，TWICE 官方上传了一段影片，影片中娜脸和定妍模仿了迪士尼电影《疯狂动物城》的主角尼克和朱迪的著名场面，可爱的样子吸引了粉丝们的视线。定妍饰演尼克，娜脸饰演朱迪，娜脸天真的站在独自拍摄自拍片的定妍旁边，娜脸扑向定妍，将脸贴紧，定妍不服气的把娜脸推到外面。 重新调整，再按下快门的瞬间，娜脸从后面再次扑过来，最终变成了合照镜头。电影中，尼克总是露出不服的表情，而饰演尼克的定妍的脸和电影里不同，总是露出幸福的表情。同时，在粉丝们之间经常说，娜脸和定妍的外貌酷似尼克和朱迪，展现出如此默契的娜脸和定妍，就像尼克和朱迪的真人秀一样，也展现了姐妹之间的好感情。